好，下一个叫做改变浓度，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反应式，请你把它背好。一个叫做溴水，溴加水会变成氢溴酸，就是 BR 负加 H 正，叫做氢溴酸跟次溴酸 HBRO。一个叫做铬酸根加酸会变成二铬酸根，以前叫重铬酸根加水，然后颜色要背好，谁是黄色，谁是橘红色，谁是暗红色，谁是无色，颜色要背好。然后我目前写给你考试的题目上，有人会心肠好到颜色都写给你，有人就不写，你自己要会背，你自己要会背。OK， 好，来，请问你，如果加酸，一会朝哪一边？颜色怎么变？加酸。一会朝哪里？颜色如何变？我们要找可爱小女生，来，可爱小女生叫做 Bell 号，好，起立，站起来，你可以站起来说不会啊，站起来，会不会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没有人要解救你，不会，请坐。加酸就是。第一次加酸就是右手边 H 正变多，多了送人家，所以反应朝哪里？朝左。颜色这一题我写给你了，右边是无色，左边是暗红色，所以从无色变成暗红色。那有人是考说变深还是变浅？就变深 ，OK， 这叫一次。那如果改成二次了？二次做加酸反应朝哪边？然后呢，颜色怎么变？来，换一位叫做大帅哥。大帅哥，大帅哥叫做二六。二六，二六在哪里？二六在哪里？起立，快点，答案。朝右。然后呢，颜色。黄色变橘红色，请坐。二次酸就氢离子多，就左边多，多了送人家，所以反应朝右。颜色我现在写给你了，你看到黄色变成橘红色。现在是我写给你了，所以你看就知道了。可是你是要自己要背的，是你自己要给我背好的。再说你自己要背 ，OK？ 好，那就叫做加酸嘛。还可以怎样？还可以加减呢、啊？还可以加减呢、啊？那加减会如何呢？那一是会朝哪一边呢？然后呢，颜色怎么变呢？来，再要换大美女，大美女叫做十三号，没有十三号，十没有十三号，十二号，十二号班长大，小道士大人。颜色，请坐。加氢氧根有什么作用啊？就是酸碱中和，氢离子会变少，所以一式的右边少，少了跟人家要，所以反应就朝右，所以向右进行。颜色写给你看了，暗红色变成无色，或者说颜色会变淡，颜色会变淡。好，然后那请问你一四长这样，那二四长哪样？二四会如何？二四会如何？来，要找可爱大帅哥。大帅哥，大帅哥叫三一。三十一。三十一。反应朝左颜色。啊？橘黄色变黄，橘红色变黄色，请坐。加上氢氧根，氢离子会变少，二四的左边少，少了跟人家朝向他要，所以朝左进行。颜色写给你了，橘红色变成黄色。那还有人考一种题目，这里面低加酸就是比如说低醋酸、低硫酸嘛，哈，盐酸嘛。加底就加氢氧化钠嘛。那有人问说，我如果加盐巴呢？食盐水呢？
加咸水，咸水什么性？中性。氢离子会多会少？不会，所以啥事都没有。所以反应就是维持原来的平衡，既不会向左，也不会向右，就这样子 ，OK。然后再说一次，请你把颜色通通给我背好，不要背好。然后就用勒沙特的原理，你就知道反应朝左还朝右，颜色会如何改变。OK， 就是所谓的改变一些浓度的影响。